Miss，老师好。嘿，你选这首歌哦，不是主唱者无好啦，是你唱了比国家好哦。所以我说唔知变哪讲啊咧哦。Miss， 你唱的非常的有自己的味道，还有你的今天我要跟你偶露的是你的咬字好很多了哦，有在进步了。然后你今天的肢体语言哦，你那个跳舞那个轻松度。非常的进步，非常的好、哦、我觉得你越来越棒了。然后，整首歌我不可以挑剔的啦，因为我觉得你唱的真的很好，很有你个人的特色啊，继续加油、哦、碰到小小歌王，大家评审都开始不知所云这样。好，那个敏硕老师好，敏硕真的不错哦，你越来越自由哦，一开始的时候你都是照着那个，那你现在越来越自由。所以其实你唱歌表演各方面都很棒，所以希望你在这个舞台你可以越来越自由，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要一直爱唱歌哦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